二十三题，有关于最大静摩擦力的性质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老师上课的时候强调过，最大静摩擦力跟我们的正向力大小有关，与接触面的性质有关，所以我们的选项 B、选项 C、选项 D 都是错的。而我们是说，它最大静摩擦力大小跟接触面积无关，所以选项 A 呢是对的。所以第二十三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最大静摩擦力与两物体间之接触面积大小无关。